小中文的饭子们，我们的新歌 Loser Baby， 我们觉得真棒。大爆炸时隔三年王者归来，喜榜不眨眼。这五位无论是唱功还是作曲，时尚还是演技，都样样行。上个综艺就是热门话题，如此人生赢家，怎么就成了 loser？ 这该如何解释一下呢？네 loser 는어그제목처럼그 loser 에대한얘기있고요어떤그비디오를보시면아시겠지만노래가사처럼어떤사랑에실패한그리고때로는삶에실패한그런자신감이많이상실된사회적분위기를담은감성적인노래眼看丁端哥说着说着就入戏，但专访可不能气氛失意。贝贝号称露骨十九禁，但炸鸡妹竟看五子吃糕看到嘴馋。这糯米糕究竟是个什么店？还要请原作者帮着 get 一下喽。찹쌀은찹쌀이라는그쌀로만든그떡입니다네떡이고그라이스케이크고요안에그팥이들어있는그달콤한그런디저트입니다네그래서그뭐라그럴까요식사대용도아니었고요그찹쌀과그팥의그조화가굉장하다고해서굉장히예를들어서남녀의조화가그궁합이좋은뜻을뜻할때정말찹쌀떡같다찹쌀떡처럼이렇게잘이게即便十九禁也挡不住大众对两首歌的疯狂喜爱，手心手背都是肉，不知主人 Big Bang 更爱哪一首呢？진짜그반반으로아니에요그루저를좋아하시는분들은루저정말좋아하시고베베좋아하시는분들은베베좋아하시고사실저희중에서베베의의견이많은데대중분들은루저를더좋아하시는것같아요不过武力中国 VIP 们左手 Loser 右手 Baby 两手都爱得深沉，一经公开就立刻站上了热搜榜，这可怕的人气热度五子在韩国也深深感受到了呢。많은중국에계신팬분들께서저희가컴백과동시에많은분들이그빅뱅과빅뱅의저희의신곡들을많이찾아주시고검색해주셨다는얘기들많이들었는데굉장히기쁘고저희가하루빨리중국에계시는팬분들을위해서많은공연과그리고또중국팬분들과의호흡할수있는그런어떤기회들을많이만들어서꼭중국팬분들에게이렇게보내주신성원에보답할수있는기회들을꼭만들어내야겠다는생각을했습니다最棒不过演唱会回归前的演唱会提前为 VIP 们专场预先公开了两首新歌不知六月发歌会不会在中国场给粉丝们一个大大的惊喜福利呢5월에이제그5월을시작을해서이제6월그리고7월이제신곡들이나오는데그신곡을또중국에서여러분들께보여드릴수있는자리가생길것같아서기대를많이해주시면좋겠습니다혹시는각나라마다되게이렇게인상이깊이남을만한그런뭐라고할죠애드립같은걸많이준비하시기때문에 、네、 중국팬분들도기대하셔도될것같고 I love you Shanghai 네 I love you Beijing I love you 광저이거진짜있는거예요네그래중국에서만든애들이런것들이제기대하셔도좋고또일본에서항상공연할때도이렇게코러스이런저의멘트하는도중에스미씨가이렇게저한테말안하고이렇게코너를하나짜거든요항상1월로중국에서도요즘중국어를열심히배우고계셔서아마그런걸할것같아요그래서그런게기대가돼요回归前先开唱，时隔三年又一起站上专属于大爆炸的舞台，心情肯定不一般。没想到最紧张、最感怀的是武力霸道的崔总裁呀！너무흥해서심장바로멈춰진짜가있죠네리액션이별로없어서요긴장을많이했어요네긴장을많이해서입이안떨어지더라고말을잘못하고그정도였나요네되게감격스러워가지고나울고싶은데앞에서울면또분위기가쌓여지니까VIP 的九年陪伴对 Big Bang 来说，这意义尤其在朝朝暮暮。属于大爆炸的多面魅力，请多多在音乐中挖掘哦。多多关注，拜拜拜拜。금방튀기비많이그래서금방오죠아뭐오세요 네다음에최대한체인지하도록할게요